有些人他享受了我们的自由民主，享受我们健保资源，身为公众人物还跑到对岸去唱不适当的歌。台湾就是台湾，中国是中国，台湾不是中国的城市。如果有错误的引用，我们都认为非常不适当。又有卢文成部长招进来了。他们在十一的时候要参加这个对岸的这个国际的相关的晚会，而且唱的歌曲是我的祖国，就这样有一个违反到两岸的条例相关。我们是自由民主的国家，有些人他享受了我们的自由民主，享受我们健保资源，身为公众人物还跑到对岸去唱不适当的歌。国人自由公平，台湾就是台湾，中国是中国，台湾不是中国的城市。如果有错误的引用，我们都认为非常不适当。而中国在世界希望把台湾做成它的一部分，它的城市，这都跟事实不符合。这一年来物价并没有重大波动，而受武汉肺炎影响，我们国人受冲击，产业受影响，所以政府要准备非常多的资源经费来支持企业，支持产业，同时照顾受困的民众，财务负担非常的重。所以在这个情形下，我们拜托金公教同仁忍耐，我们没有办法调薪，也请谅解。我们所有纾困振兴防疫的经费，每一分钱都来自人民的纳税钱，我们都把钱用在刀口上，非常的慎重，非常的严谨编列，而且这些预算每一分钱也都要经过立法院、朝野、立委审核通过，我们会很审慎的使用，请大家放心。